由陈英三太子的手中接下插头，在法务部长詹永夫以及南投地检署检察长朱坤武的带头下，甲所有来宾共同启动环保志工电脑网络同步系统。哇，启动我们的环保志工系统！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环保志工，他发现有盗采沙子、滥倒垃圾、滥倒事业废弃物的等等违法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立即通报过来。那么通报过来之后呢，我们有两个处理的方式。第一个，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部分，马上由本署分案侦办。这个通报系统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呢，他在盗伐、盗采砂石或者倾倒垃圾以及污染水源的那一些废弃物等等，马上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尽快的处理，来保护我们南投的好山好水。这套电脑系统只要是由环保志工以及地检署来使用，只要环保志工发现违反环保的事件，透过系统用网络来通传，就当将消息送到地检署，甚至是检察长朱坤武亲身来接收。同时地检署也就马上派出监警调单位前往稽查，就是希望及时并有效来保护环境。一个事件的通报到我们检察长这边，就正式的第一个事件的一个启动。那在这个系统里面有记录到他通报的时间，有通报人的代码，还有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还有对事件案通报事情的一个简述。那么这一年来啊，有很好的成果，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环保志工，谢谢你们哈。那由于通信设备不足啊，所以我们一年而已哈，我们的副检察长就能发现这样的缺点。今天呢，来设立这个哇最高科技的这个通信设备通信系统。所以咱有咱这志工的协助甲收听，我相信咱南投好山好水一定会越来越水越水。这套电脑网络同步系统目前设计是只会当由南投地检署以及环保志工来使用，民众若是有证据想要通报环保犯罪案件，即卖当转由环保志工来通报。另外地检署也强调，未来也将会进一步来结合 GPS 卫星定位系统，精准来设定犯罪地点，相信对着山区盗采珍贵树木以及盗采砂石案件，会当得到及时逮捕嫌犯效果。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